掌声再给马胜那一个掌声。哇，吓一跳，有觉得很精彩的再给他一个尖叫声好不好？对，因为他今天特地从，因为他今天在屏东教课，他特地就赶过来就是支持这个活动，然后真的很感动。好，那下一位都歌星呢，也是来自屏东的，我们掌声欢迎钟培小苏哟。钟培，对，他说他今天是 Adele 这样子， Adele you， Adele you， Adele you 嘞。我今天是女巫啊，限量五名占卜。你很像算塔罗牌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水晶球拿来好不好？工作人员。他的才艺表演是占卜。气氛都被你搞砸了。你们想说今天要漂亮一点，你看好就开玩笑。好，因为今天邀请钟培哦，特别是因为钟培是我们是亲戚，对，表姐妹，啊、真的姐姐妹妹这样子，对。好，那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掌声欢迎钟培小苏哟。I know.
是我知道在座的每一个，好像我看到每一个人是原几乎都是原住民，那当然知道传承非常重要，那好，当然我这个身为这个阿都呢，我也对文化很有兴趣，所以我今天呢能够用我自己的半个创作艾莎半个创作，然后就是跟那个台湾颂，就是去年的那个土唱主题曲主唱呢，然后一起合作这首歌曲叫《台湾颂》，然后这首歌呢，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不论你我，我们都要好好的爱彼此，好好的爱台湾，好好的分享彼此的文化，好吗？给自己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是，我爱最美，真的。